福玉安是由戚玉辰和吴俊廷领衔主演的古装甜宠剧，剧情改编自小说《圣斗士郡主》，讲述了长生郡主恨嫁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，无人不知，即便她贵为郡主，众多缘分也都望而却步，没想到真命天子竟从天而降。邻国大秦的王爷假扮成和亲使臣来到扶余国，郡主使出恋爱秘籍与他拉近距离，可看似只有女主单方面输出，但若王爷不对她动心，又怎么会配合她爱情中的小把戏？大龄郡主带着克夫命格踏上和亲之路，能否收获一对美好姻缘呢？该剧已经定档，将在7月31日开播，喜欢的观众千万别错过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